你怎么这么高龄配啊？用余德胜的心中活在这个世间，安怎？拢袂出话啊？志成，你是安怎？无法对伊讲话。代志拢到这个坎站啊，勇敢面对。今麦在我身躯顶的心中，确实是伊的心。我已经把曹凤偷渡出去了。你讲曹凤已经偷渡啊？那叶芳姐呢？因两个是做伙失踪的哦。安尼你应该知影叶芳姐人在倒啊？组织在遮啊，真的就交你啊。你认为伊超敢知影你的心脏是德胜关乎你的，伊安怎想？不过我感觉伊超应该知影代志的真相，毕竟有这个权利。我总算是抓到伊爸仔的弱点，但叶家的形象拢总毁掉，我就会当轻轻松松的。对付叶家，叶子琪是叶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宠爱与一生，我的儿子却过得像孤儿一样，凭什么他要受这样的对待？丁阿叔可以，你不要，小心，小心！我主学不是丢另外婆家家你要安，我想你啊，阿金妈不是看到阿妈，我每天跟妈妈见到就奇怪，我刚刚没想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？你别讲了，因为当你讲出嘴那天，就是你必须要消失在叶超面头前的那天。我会在你最危机的时候救你一命，要不过你要老实跟我讲，到底叶家我妈我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哪会这么高龄配啊？用余德胜的心中活在这个世间，安怎？拢袂出话啊？志成，你是安怎？无法对伊讲话。代志拢到这个坎站啊，勇敢面对。今麦在我身躯顶的。心中确实是一把伤。